你这孽障，怎的睡了这么久啊？你倒是洗干净了，我身上倒全是你蹭的水珠。胡说什么？我那可是在亲近你。惊蛰，哎，你的结束将至了。难道又是那破天雷？怕是没那么简单呢。没那么简单是何物？不过我才不怕呢。不可说，不可说啊。这破道士又卖弄玄虚。南方，我的结束在那儿吗？全一期古风耽美广播剧《春起》，欢迎收听。你听说那个共享将军了没有？怎么没听说啊？前些日子刚打败了匈奴凯旋而回，好不威风啊！如今这天下哪有人不知道他呀？哇，人间可真热闹啊！共享将军，那是什么人啊？哎，这里是青楼，进去看看。哎呦，这位公子可面生得很呐、啊！哎呀，快快快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！哎呀，姑娘们，好生接待着。惊蛰公子，您可真要在我们这儿住着？你这都问第三遍了，怎么这地方我住不得？这里可是青楼啊，您知道什么是青楼吧？嗯，那您就在我这儿住着吧，也省我不少事儿。现在都在传张家三公子莫名吃了的事儿，听说今儿全镇的大夫都去张家了，全都是垂头丧气的出来的，还有人说张三公子就要被他们家大夫人送去慈安寺了。惊蛰公子，你这么做会不会有天谴什么的呀？昨晚我可真被吓死了。天谴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你们那些个神仙啊、妖怪啊、道行啊、法术啊之类的我可不懂。那你看我是神仙还是妖怪啊？哎，您可别对着我笑了，我的魂儿都要被你勾去了。木之，昨晚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把事瞒下来。谢什么呢？没了张三公子，也会有李四公子、赵五公子，怀璧其罪呀、啊。再说，我也有我自己的打算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了，咱们说些好玩的。顾小将军凯旋而归，过两天他的军队经过这里，肯定会很热闹。军队？那是你的嗯这大概是爱吧。惊蛰公子，您慢慢吃，我要去准备歌舞了，您可千万千万别乱跑啊。知道了知道了。不知对我可比那老道士还好，这厨子的手艺真不错。说起来今天可真热闹啊，那顾小将军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那是烤全鸡。子信，
你可觉得这少年有些眼熟？这少年看着倒是与前些日子失踪的大风国三皇子颇有些相似。还不是被我弄到手了。好吃啊。哎，发生了什么？人怎么都往外去了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有人掉下去了。这些人类，平日里一个个道貌岸然的好样子，怎么就在那船上看着同类在水里扑腾呢？我看到那只老丑睡觉的兔子掉坑里还搭把手呢，莫非这也是什么欣赏节目？呀，那人快不行了，不行，我得去救他。呀，有人跳下去救人了，能救上来吗？谢谢公子。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子欣啊，要是你在官府悬赏捉拿下四处奔逃，你可会在人群喧闹处出风头救人？臣自是不会，但臣听闻风国三皇子曾将脚边的虫蚁拾起放生。你的意思是？惊蛰公子，您真要走了？不就是要走吗？为什么木之看起来这么失落啊？公子，您是准备往哪儿走啊？不知道，反正往南走呗。对了，往南是什么地方？往南？那可就到我们怀国的都城了。如果您是要去都城，我们指不定还能再见面呢。会的，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家儿，来两个小菜和一壶酒。哟，这是哪家的兔爷儿啊？快把名报上来，改月爷上门光顾光顾呀。什么改日不改日的，我看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好了。哈，这哪窜出来的，怎么那么欠揍呢？我是揍呢还是揍？京北怀都何时连猫猫狗狗都能进来了？谁哪来的不长眼的东西？你说大爷是猫是狗？就是哪来的正好省了我的事了。刚才谢谢了。少侠请留步。合适？不是吧，跳戏还不够？少侠莫误会，我与少侠可不止这一面之缘。前几日画舫上少侠的一举可还令我记忆犹新啊，不知少侠如何称呼？惊蛰。惊少。惊蛰少侠，不介意的话请落座，莫要为了几个不入流的角色
误了听书品识的兴致。啊，这名字也太假了吧。好吧，他到底还要怎样啊？我不是已经道谢过了吗？那我们可说定了，后日在城外相见。好啊，后日。对，后日我们同去淮山，在下还有事先走一步，后日见。将军，今日雇的那几个出言不逊的人，将军不担心日后他们又与三皇子相遇吗？不会。将军既然几乎确定那就是凤国三皇子，为何不直接告诉官府？那也是几乎。那真要与凤国三皇子同行，为何不去？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一番。你和金南倒是多注意点，一旦他有什么不对劲，属下明白。哎，上次没怎么听清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淮山，我们去赏桃花。哦，桃花有什么好看的？我都看了上千年了。到了，就是这片桃林。你要干什么啊？这桃树都长了几百年有了灵石了，估计都快成精了，你这一锄头下去不是毁人修行吗？金哲少侠可真是一副好心肠，居然连花花草草都如此爱护。那个你也别叫我少侠了，太难听了点吧。那贤弟。贤弟，前两天看的那个画本里那个书生就是这么叫那个女扮男装的小姐的。不好不好，就叫金哲。对，就叫我金哲最好。金哲，你没有表字吗？我表字子姓，你可以喊我的表字。表字？什么是表字啊？人类哪来这么多麻烦的东西啊？金北挖的是什么啊？是我前些年酿的桃花酿。你还会酿酒啊？参军前为了谋生，在酒坊里当过学徒，酿酒就是那时学会的。他这是想到以前悲惨的遭遇吗？为什么我竟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？这小子什么都写在脸上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如此注意他？在淮都住的可还好？好啊，比善镇好玩多了。哦，是吗？比如呢？比如说糖葫芦啊，山镇可没有桃子橘子那么多味道，还有捏的糖人也比山镇精致不少，还有说书先生的段子，客栈楼下的小书摊卖的画本呀，好多好多呢。哼，只记得些糖葫芦糖人，你可真不是一般的贪吃呢。哎，哪里贪吃了，我还有说书先生的画本吗？山镇上的画本可没怀都印的精巧。画本，江湖儿女传什么的。哎，你也知道我最喜欢看江湖儿女传了。除了糖葫芦糖人和画本还有些什么呢？还有吗？还有就是百花楼里头的姑娘。我说笑的了，
你看我像那种不正经的好色之徒吗？还有回味坊的烤全鸡。得，绕了半天还是被你绕回吃上了。那啥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喝上你那桃花酒啊？啊？你呀、啊，行行行，就坐那喝吧。金北，把酒打开了。是。什么时候吃午饭啊？饿了。饿的话去山上的慈怀寺吃顿素斋。啊，素斋不能是荤斋吗？金车公子，你要是真想吃荤的，下午打猎得的，咱们傍晚生堆火烤着吃。打猎烤着吃，猎什么吃什么？山里有的呗，兔啊獐啊，哦，运气好的话还有野猪野鸡呢。野鸡？那咱们还吃什么素斋？直接留着肚子给晚上，先去打猎去啊。你这会儿又不饿了？我可以假装不饿嘛。这么厉害的神功我可不会。我说我们分两路吧，我一个人一路，你们两个一路。不行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我们只有一把弓，三个人一起有什么意思啊？弓拿给你，我们赤手空拳打猎，还是弓给我们，你空着手溜达，你认得路？弓给你们吧，我迷路了可以问吗？问。这林子里你问谁呀？问树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自从遇到他之后又没有警惕心了？不行不行，这样不行。金哲他人呢？怎么就不见了？做错事就该反省，有些事想不通呢，那就是一个人呆着，静下心来再好好想想。嗯，为什么和他在一起没有一点警惕心了呢？还是想不通。算了，先回去吧。不过这野鸡该怎么解释啊？将军脸色不太好，这三皇子要真就这么跑了该如何是好啊？那是金车公子。我瞧见一只狐狸咬死的，我捡了几块石头就把它砸跑了。是吗？他这是怎么了？我又没说谎。金北跟上。是。哎，喂，你们等等我啊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的野鸡没烤熟？嗯，熟了啊。那你怎么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？是我的错觉吗？他的眼神为什么那么坦荡？难道是我警惕心过重了？这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朋友吗？你住哪儿？是到城门下车吗？能把我送回回味坊吗？回味坊？你还没吃饱？我看着就那么贪吃。不贪吃不贪吃。不过你为何要在回味坊下车？我住的客栈在回味坊边上，客栈的名字我老是记不住。你还住在客栈里？对啊，不然我住哪？你我什么？客栈多好啊，旁边就是回味坊，而且我在怀都也待不了多久。
你来我府上住吧。我才不要，客栈多好啊，天天都是烤全鸡。我府上厨房的大师傅之前在回味坊做工，烤全鸡做得比回味坊现在的味道，可你不来也算了，我也不太想有人抢食。哎，真的？我可没说不来啊，让我住吧。你方才不还说不要？你听错了，我方才可没说，让我去吧。你真这么想的话，那就来吧，横竖我们朋友一场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可真够朋友。去给这位公子准备一间客房。是，公子，请跟我来。将军，惊蛰公子平日里举动与外界描述的一般无二，只是今日在林子里，属下没有看清惊蛰公子的行踪。哦，不是没跟上，而是没看清。是。那你瞧着他那贪吃的样子，是真的还是装的？是真的，装出来是吃不了那么多的。所以那日在画舫上，他并非是逃难中饥饿难耐了。食量不似封国质子，酒量不似封国质子，爱吃肉不似封国质子。但那身手倒是和封国质子一般高招。属下曾在封国见过三皇子，似一位惊蛰公子，并非三皇子。食量酒量爱好都能装，身手装不了。你继续盯着。是。他今日都做了些什么？晌午才醒，用了午膳便在院子里似弄花草戏耍之余，晚上后出了院子，在后面的大池边遇到了袁姨娘，两人聊了好些会儿，这会儿大概正在钓鱼。将军，将军，你退下吧，继续盯着。哦，好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见过将军。怎么不聊了？莫不是为我坏了你们的好兴致？奴婢与惊蛰公子不过是聊些家常里短。哼。哎，你做什么？你把我丢在这府里一整天，我找人聊聊天，你还板着个脸吓人。袁初，你先退下。是。哎，你别别走啊。你喜欢他？喜欢啊，还有点像木之。所以你更喜欢木之？当然了，木之很像，很像山里那只又傻又乖的蠢兔子。像谁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说起来，你今天一天都到哪去了？怎么一天都不见你人啊？忙政务啊，我又不像你是吃干饭的。等明天中午过了，便能来陪你了。你陪我又能做什么？哼，读书写字，赏花逗鸟，还是骑马打猎。咱们一个不落，轮着来。好好好，都依你。这写字画画哪里有画本好玩啊？古人安纳斯不会是在糊弄我吧？为什么我就写不出他那么好看的字呢？哼，哎，你呀，有空还是多练练字吧。瞧你写的这些。算了，不写了。睡觉。
金哲公子在府里闲逛，或是静坐，或是在这书房里，并无其他异样。嗯，其他的呢？有人来了，不是顾瑞安。将军，期间有消息传来封过质子的消息，属下认为金哲公子并不……嗯，他们在说我，封过质子。你们在说我吗？金南，你先退下。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你要知道，你和封国的三皇子长得太像，身手也实在太好，那日在画舫上皇上也看见了。所以我遇到你，一起去淮山，甚至连我到你府上来往都是你们画好的。皇上看见之后就让我着手调查，是不是你们画好的。我原也没觉得，我只问你，所有都是你们画好的是不是？是。那好吧，你再让我住一晚，我明日一早就走。你怎么会睡不着呢？说起来，我明明今晚就可以走的，为什么偏要还要死乞白赖的再住一晚呢？那破结束怎么到现在还没个影啊？这么久没回去了，不知道山里怎么样了。那对雀鸟的蛋应该已经孵出来了吧？善镇的糖葫芦味道可真好，可惜当时没能多带一点。诶，谁进来了？这七夕，顾瑞安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他这是……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你就走了？对啊，他要找的又不是真的我，我干嘛还待着？那个，顾小将军，他当真亲你了？大概吧，我当时闭着眼睛呢。难道不是他的嘴，是手？我觉得手没这么软。重点不是手或者嘴吧，金哲公子，重点在于他趁着你睡觉的时候到你房间去亲你了。嗯，是啊，怎么了？如果我是男人，我只会对我的心上人这么做，可他不但不相信你，还骗你。心上人？那是爱吗？不知道哎。啊，这些大人物的心思还真难懂。趁着人睡觉跑去房间里去亲他，就是爱吗？嗯，是吧。你怎么看起来这么兴奋？难道你也喜欢他？当时还在善镇的时候，你们说爱，我一直不懂，很想知道那是什么，还有点羡慕。啊，爱嘛，你这要我说这个还真不好说，挺玄乎的。爱大概就是看不见他的时候就想，看见他的时候就老嫌看不够他，看见他和别人笑就难受，看见他和自己笑就在心底偷偷乐，还偏不想让他知道。阿芝，你回来啦。今天运气不错，猎了几只兔子和野鸡回来。麻烦让让。啊？哦，金哲公子，你别理他，他就这副德行。这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？嗯，是他。他从军回来就把我赎回来，带我来了这里安家。啊，对了，你接下去打算怎么办？常住还是回去？啊，这个……你先住两天，好好想想吧，不急。知道了，你给你家相公端水去吧。
他们两个真好啊，真好。金哲公子，你倒是快点啊，过些时候寺里的人要多起来了。好好好，金哲公子，你看那儿。哪儿？哇、啊哦，吓死我了！我们不会被他看到吧？顾小将军怎么也来这里？谁知道呢？等他走了，我们再去拿东西。切，怎么跟做贼似的？他不是喜欢你吗？你怎么还怕他？我哪里怕他了？那你现在知道喜欢，知道爱是什么了吗？也许吧，好像有点知道，又好像还是不懂。嗯，没事没事，总会知道的。嗯，啦啦啦啦啦，你还真像只小狐狸呀、啊！什么像只狐狸？我本来就是啊，不然你以为我是什么？啊？原来你是狐狸精啊！我还以为你是什么神仙呢。什么狐狸精？忒难听了点吧。去，你待在这里别动，我去去就回。将军小心！这是那个疯过的三皇子，谁说他们神似来着？这人不比他有生气，不比他有活力，不比他灵动。金哲，原来那些话本写的也是有根据的，其实也不是很痛啊，就是好冷啊。我修炼了千年的修为，这下子倒全做了白宫了。金哲，你去哪儿？古人，你的恩我报了。小将军，金哲呢？金哲是不是在你这儿？怎么会？他怎么会不在？他会去哪儿？他明明身上还带着伤啊！哪来的回哪儿去呗？你一定知道的，他很喜欢你，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。告诉我。他在哪儿？我确实不知道，他只说他的劫渡完了，他想懂的也懂了，他也该回去了。他很喜欢我吗？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从哪儿来，要回哪儿去。什么劫？他想懂什么？你还知道什么？哎，你先坐下，我慢慢和你说。所以你说他喜欢我，他还不是人？嗯，我见过他施法好几次呢，
起先我还以为他是神仙，后来他说他是狐狸，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他的伤。那我，他爱我？我想是的，他一直说他不太懂爱是什么，我跟他讲了以后，他说他知道了却不太懂，今日分别的时候他说他似乎懂了什么是爱了，我想肯定是你让他懂的吧。那他怎么还走了？我劝过他的，他说他懂了就好了，还要做什么吗？你倒是听听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反驳他。是啊，他懂了不就好了，还要我做什么？我这样的人要来做什么？你也别这样，他只是还不太懂，他说他这回是他第一次下山呢。山？什么山？你知道他从哪里来？我只知道他一直待在山里，山镇北边的某座山里，我也不知道离山镇多少路程，只知道是北边。哎，你要是能把他找回来就好了。我能把他找回来的，一定能。孽畜，怎么回来了？啊，你这老道士怎么还活着？报完恩了。哼，报个恩也算是渡劫啊？话本里不是说长得好看的妖精都是渡情劫的吗？你呀，道士长大了。臭道士，我都1000岁了。怎么回来了？那老道士不是说你不回来了吗？哼，那道士故弄玄虚了几百年了，谁不知道就那么几个障眼法。说起来，你媳妇儿呢？我媳妇儿这两天孵蛋呢。切，你又不是第一次要有崽了，都生了好几窝了还害羞？我是第一次要有崽了，你是不是又把我和我爸、我爷爷、我祖爷爷搞错了？说起来，孵蛋的时候你媳妇是不是不理人的？是啊，不仅不理人，却连狐狸都不理，只理我叼给她吃的虫子。你还羡慕上虫子了，出息。她从开始孵蛋就没和我讲过话，我还不能羡慕羡慕虫子吗？这要是蛋孵出来了，窝里还有容我之地吗？我想她了。为什么还想她？我是说，你不是天天都能看到他吗？就算不能看到，你知道自己喜欢他不就够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想呢？你这种没爱过的人怎么会知道爱这种东西哪里有够的时候？见不着面的时候想他想不够，见着面的时候爱他爱不够。不和你说了，我要回去看我媳妇了。我哪里是没爱过的人？哎呦，金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家主子嫌你打架太菜，不要你了吗？我家主子带我来找你。好巧啊，我也要去找他，他在哪里？金哲。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看着我？你瞧，你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我怕我不用力看着你，你又跑了。我再也不跑了，跑的话也会带上你的。你不要开玩笑，我要当真的。我很认真呀，所以你当真吧。你原谅我吗？我一直都是一个大度的男人。那你那么多天也不给我捎个消息，哪怕是托个梦也好啊。我又没死，托什么梦啊？对呀，你没死，你不会死，可我会的。我会老，会有皱纹，会浑身长斑，会须发全白，
会走不动路，听不清话，我会死的。而这对你来说不过几盏茶的功夫。可是我会一直陪着你啊。你老了，全身皱纹和斑，须发全白，走不动路，听不清话，我也不会笑你的。等你死了，我就去找你的来世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再好好认识一次，好好再过一辈子。好。小狐狸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连捕兽夹都躲不开，腿疼不疼啊？三月春季，烟草迷离，若也曾相逢于天涯之际，眉眼一息落入眼底，为怕多倾城坠意。你怎么这么瘦啊？小狐狸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那么瘦，饭都吃不好，肯定连名字都没有。不知人间情，纵马风花去，痴情皆周期，眼为东北西，只因相许意，此生何处去，是否可落笔。若蓦然回首，今夕似何夕，是一心相惜，相思要迢递，须从此长记，许许暗眉起，且看春又起。今日是惊蛰呢，万物苏醒生长，仿佛要重新开始新的一次生命，醒过来去生活，去生长，去感受，去爱。那么你叫惊蛰吧。欲知人间情，欲解相思意，是情皆周期，前书离悲喜，前世着白衣，再见一如昔，窥探着远去。钟鸣人间情，夜冬河北兮，寄情皆周期，可渡相思意，只因与谁意，此生何处去，是否早落笔。若蓦然回首，今夕似何夕，是一心相惜，相思要迢递，须从此长记，须去暗悲戚。